墨西哥，昨天才大家呢在回顾过去32年前的同这一天，就是发生了强烈地震啊。哪知道了2个钟头后，突然间天摇地动，真实的地震再发生。这一波发生起来，高楼啦也倒塌了。其实现在墨西哥市这一块地方，过去呢是一个湖泊，但是就慢慢把它填到了，就是开始在这一块土地呢就开始建筑了，就后来很多的建筑物啦，累积了，这就是墨西哥市。它的人口呢是1800多万人口，很密集。可是呢，因为土质呢软，又加上了有3块的板块，容易呢滑动，那就是地震啦。这一波呢，看着这样的大的灾情啊，很感慨很多啦。当地呢，这救援的志工与救援队啦，啊，马金嘴啦，这种及时救援、断电等等啦、啊，信息等等都很不方便。无常就是这样，在瞬息之间，我们能不提高境界，我们能不积安思危吗？但是最重要的，不要不相信，我们真正的要戒慎虔诚，要向天地呢忏悔，就不敢。真正的我们要很虔诚啊，祈求平安啊，这都是我们要很虔诚的哦。但愿啊，祈求天下无灾无难哦，不只是大自然的灾难啊，还有呢那疾病跟饥饿，饥饿与疾病啊在非洲一直一直传出了苦难事。现在在非洲的奈及利亚也是啊，传出了这种的祸乱。现在联合国呢在筹资要去做援助，因为他们的环境啊很恶劣，卫生条件等等，所谓的那样的传染呢，就会一开始就会很严重哦。那还有呢，同样是在非洲啊，中非、西非啦，孩童呢都是缺粮，我们实在是应该要自我觉醒。最近一直一直呢反复的提起这样的事，期待人人都要醒悟过来啦，舒适虔诚。这个时候天地告急，我们呢也要自我觉悟，不能等，来不及了啦。我们真正的也要好好的，人人呢要用心，那虔诚，
啊，为天地之间呢，虔诚的祈祷，祈祷呢天下平安无灾无难。要不然的话，天天这样看着，天天呢这样的感受了，很难受。我们现在一群人在狮子山，他们在发放，当地的人呐、啊，在付出的菩萨是，虽然是步步艰辛呐、啊，可是他们的发出的那一念心很真诚，所以每一天我们的这个时候，有多少事，多少国际间的在黑暗中，在凌晨中，在半夜中，在炎热的大太阳中，他们在付出那样的时空里，有四大不调和的大灾难在当地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提高警觉，在这一刻的我们要时常感恩。今天是9月21号，18年前的今天，也是921发生。当它发生是凌晨1:47，过后2点多呢，已经蓝天白云呢一一浮上来了。台北、南投、台中就已经开始纷纷的社区呢就开始动员起来。我都要徛咧安尼哦，去看灾情，哇，那种惨痛哦，那种悲伤啊，救命，对不对？我那个街上整个是那个惨不忍睹了，我就跪在那边跟上人报告，跟上人，就严重的，请上人的话呢，要快点请东南北部的人来救灾。那上人一足慈悲，上人也哽咽了，伊讲吼，你也会记，我咱的乡亲有需要什么物件，你一定爱讲，咱袂用我咱的乡亲枵着吼，无水他吃。在8点的时候吼，阳明大师兄都凑到一丁的诶书兄书姐呢吼，我们的赈灾物的话就进来了，哦，然后的话插的我们。哎，慈济功德的晦气这样飘扬过来，我真正我看到因的时阵哦，我们都想跪下来讲感恩你们哦，我的乡亲没夭掉啊。这种即使浮现呐、啊，从地上涌出的菩萨，发挥他们的良能。18年前的今天的这个时候，是不得安宁的时刻哦。因为呢，它凌晨发生，所以啊，悲寂无言呐、啊。这一句话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说出来的话。我在台中看到了救灾的人，看到了那样灾区的，这一句很感慨的话，悲寂无言。那样的悲痛啊，无法形容，说出我想说的话，真的是悲戚无言。这都是在921所发生的过程。人生啊，都没有意境，不要执着，我们真正的放下了。烦恼无明啊，提起了最胜虔诚。现在真正的天天所见到的天下之间的那样的灾情，真的是身心煎熬，很难过。所以唯有呼吁人人要觉醒，这生前程。
18年前的这个时候，这我们是怎么样的熬过来？多么冗长的时间，这步步艰辛，各位，我们还是呢要有记忆，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这个时候所发生多少人的悲苦啊！这都是时间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把握时间呐。